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 Glass 六号成立荣耀志工大队，这是一群由各行各业、各年龄的人士主动报名参加，分工协助选举各项业务。其中玉里的志工表示，看到 Glass 在0918地震中细腻走访灾区，发掘灾民的问题，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位有担当的县长应该有的表现。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 Glass 以荣耀花莲为主轴，号召志工加入荣耀花莲运动行列。招募讯息一发出，来自各行各业及各个年龄层的人士踊跃报名，并且在10月6号宣布荣耀志工大队正式成军。我们希望在竞选总部成立之后，我们进入了竞选的下一个阶段。那这下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发动我们的广大的志工团，要开始在花莲的全县，我们要走访每一寸的土地，那跟人接触，希望可以带来最后非常美丽的结果。其中有志工提到 ，Glass 在0918赈灾当中细腻的走访灾区，发掘实际的灾民困难，这是让他们感动的地方。Glass 也强调，在县政府的官方数字当中，似乎代表地震灾后复健已经结束，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灾民求助无门。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我不敢说他有没有美化数字，但是我只能说县政府发布的数字，那恐怕都跟事实不符。不就是像一个这个已经快要失能的恐龙一样，那完全没有积极的反应。我举例来说，那到目前为止，就我所知，向县政府求救的户数超过600户，但是被贴单的，不管是红单或黄单的人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，甚至在近期之内得到解决。光是在我的脸书的私讯求救，要求可不可以派人来帮我们看看贴单的房子，因为怎么贴单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呢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发现灾民以及县政府之间似乎有沟通不足、资讯不足的一个问题。那这样当然会为灾民带来恐慌以及恐惧。Glass 的荣耀志工大队未来将会分工分组，协助执行这一场选举的各项任务。他们都希望花莲能有转变的机会。花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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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莲。记者会欢迎报道。